谁说国产没好货？这几款护肤品你用过吗？今日话题，国产三种好用却不贵的护肤品。第三种，上海硫磺皂，这个你要是用过就知道有多好了，它可是痘痘肌必备的产品呢，控油消肿能力都很 nice， 还有它的除螨效果也非常好，如果被褥经常感到瘙痒，那就是螨虫在作怪了，试试用硫磺皂效果真的棒。第二种，大宝洗面奶，谁说国产没有好用的洗面奶？这不就是大宝的洗面奶，温和清爽，丰富细腻的泡沫能够净化深层油腻和污垢，让你的肌肤干净清爽。有没有如今在用大宝洗面奶的人？快来说说是不是超好用呢？第一种，完美芦荟胶，这款产品也有些年头了，发图周围就有很多人在用它，效果是真的很不错。现在的芦荟胶牌子越来越多，但是发图觉得还是完美牌子的最好用。它的质地是透明胶状，非常的水润，涂抹在脸上也很轻薄，祛疤效果很好。重点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了。